当前道路上，有没有什么期待？期待交到好朋友，期待跟他们一起玩。反正总之都很期待吧，因为基本上每天的节目的内容都是在玩，所以还是挺开心的。那有没有什么小小的担心？小小的担心，可能就是刚认识的那会儿吧，会害怕尴尬。但是我觉得吧，应该还好，因为年龄大家年龄都比较相仿，然后应该熟络起来会比较快。就是说看不见。今天是桃花坞开放中的这个海边的一个音乐节呀。然后要表演什么东西呢？然后今天要表演两首歌，一首是跟嘉宾一起的一个双人舞台，还有一首是我自己的歌。对，但是谁也想不到 我这身这个闪亮的衣服是在海南吧，毕竟它非常的热，我感觉我一会儿出去要脱妆。现在是在扮装准备去跳舞，贴一个吗？好了。你消毒了吗？没有，用指甲了。看我，结束了。
呀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这六天的一个非常紧凑的一个旅程就谢谢了，你放点我自己拿去呢。谢谢。我现在要告别，你自己 Q 一下，谢谢。告别这个豪华屋了。我这是放的，不用 Q。谢谢过来，很快，然后很舍不得，但是呢，这六天过得非常的充实，非常的开心。希望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还可以再来这里玩。